从车站一路回来，我想明白了，我为什么要来京城？不是京城有风花雪月，也不是京城有烟大，是因为如果我到了京城，我能离这些人近一些，很近。这样我就离国家近一些，离这个时代近一些。爹，叔白自幼懂恩情识冷暖，徐家的一切，徐家的人，都是我叔白的幸运，我都记在心里，我都视如自己的生命。我义父若只以寻常人待我，我只需以寻常人之道回报，只许一门亲便回一门亲，但我义父视我为徐门中人，就像你们现在是燕大的学生一样，我若报答我义父，当以国事之道报之。我以为这也是义父的期许，爹，否则义父大可以在易水养老，又何必见死在京城？这次来京城第一天，我在街上看到很多和你们一样的学生在游行，我觉得在你们身上，还有在我刚才讲的三位博士身上，都有着同一种东西，文人的血性。但你们与我讲的前两位不同，前两位为了封建帝制拼了命在守住上，你们和我讲的第三位相同，为了这个时代，为了你们自己心里的声音，要砸碎上。什么时候出来的？刚刚，我还没回家呢。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我每天心就像被揪着一样。我在你心里真的这么重要吗？可是我爱上陆书白了。
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是刚才，也许从香菇镇就开始了。你是说我怎么办吗？不是，他不爱我。不可能，你那么好，就像是雪山上面的一朵雪莲，谁会不爱你？回家吧。舒城，我虽然从来没有故意，但是我知道，我总是给你增添烦恼。舒城，你义弟刚才把我的讲堂变成他的，果然很有吸引力。珠子拧去，暂时的。这回啊，舒荣让我带来100块大洋，咱们呢自个儿置房子。舒荣对你有多好啊，就从来没有说过让你回，包括我这次来，那都是我自个儿要来的。爹，咱们呢什么也别说了。你刚才讲了些什么？我没咋听明白。但是我觉着，你在京城还是比在老家有出息。另外，我得问你一句，听说钮家丫头坐牢了，这事跟你有关系吗？有啊。这事儿有多大呀？钮家大少爷钮刚说，他能把他妹妹保出来。叔伯，咱们姓陆的，都是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人家既然为你坐了牢，就要给人个说法，回头呢，在舒荣那儿也有个交代。你爹我呀，早就想好了，
你那么喜欢柳家丫头，不如娶她做二房啊。嘿，这是爹呀跟你说悄悄话，你想啊，大小姐既然能容你出走，二房她早晚也能容，就看日后柳丫头怎么敬着她了。爹，你都想哪儿去了？你小子骗不了我，从小我看你到大，是不是？你心里头要是没有柳丫头，这副碗筷我都生吃了它。我对柳兰没有非分之想。那你说的那个国事啊、刺客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些事跟柳兰有关系吗？你不用蒙我，合在一块儿那就是柳家丫头。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，哪儿也别想去啊。我钥匙收好，谁也不许开门。你也一样啊！不开门怎么办？得吃啊！从窗户递进去。那不还跟坐牢一样？在家坐牢，总不至于被拉出去枪毙吧？嗯。这个天生惹事的坯子！你们呐，就跟二十多年前那帮子一样。都是些个惹事的坯子，怎么就让你遇上柳家丫头了啊？日后你跟大少爷，俩人还怎么在一块处啊？爹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跟柳兰没关系。行了，那我回去，怎么跟淑荣说？你想怎么说都行。你吃完没有？我得去趟柳家。我没看错你吧？你小子心里头要是没有柳家丫头，你去他那儿干嘛？我东西落他们家了。什么东西啊？酒壶。酒壶？那是老爷留给你的。啊，你滚滚，你走不走？你把账结了呀！舒城陷入深深的烦恼之中，不能自拔。柳兰对他直言爱上了舒白，而且请求他的原谅，这种滋味比柳兰对他说不爱他还要难过百倍。那一刻，舒城突然感到自己无比失败。哎呀，徐博士从来不请吃，今天怎么这么爽快啊？我只是不愿意和你这等人为伍而已。哎呀，今天开请，荣幸之至，定有原因吧。为了柳兰平安出狱回来了，看来你这个牵事不白当啊。不白当。还有，为了庆祝我异地陆书白占了你的奖台，我心甘情愿让他占的。他讲的有点道理，就是有点混乱。徐门主的通病，我们俩的通病，就是都不愿意和你这样的人为伍。舒城啊，谁没点毛病啊？再说了，徐博士是徐门中人吗？三千年故学一无是处，这你很是同意呀？都讲什么了？门客、刺客和国事。哎呦，十多年前我来过这儿，那是老爷呀丁忧回易水之前朝牛老爷告别的时候。哎呀，这院子冷清多了。走吧，哎，就这么走了？你不跟柳少爷告个别呀？陆先生，您的酒壶。你就说说你，柳刚在吗？我们家少爷不在。柳兰回来没有？怎么了？
我们家小姐被我们家少爷锁起来。锁起来了。走吧。走啊！你先回书城的，干什么呀？东西没拿。不是，还有什么呀？有东西。我瞅你小子呀，是坐地要把我甩了，根本就不该来。行行行啊！如果令仙尊许翰林，只许他一门亲。便是待他以寻常人，但是徐翰林为科举寻死，科举是旧文人为国士，这就让陆书白知道了何为国士。他想试试徐翰林的活法，也想试试前几日车站那位刺客的活法，率性而行，取国贼之命。这位义弟有杀人的胆量吗？胡言乱语！堂堂学府之上，不敬学子心灵，不受学子心境，反倒去蛊惑人心，教学生去杀人。春秋乱世时期，门客、刺客都是些江湖人物。如果孔子的七十二门生全做了荆轲豫让，哪有至圣先贤的《论语》传授至今？书成啊，书成。你这是在和我辩解，还是和你自己辩解？没什么好和自己辩解的。有的，我眼前的徐博士分裂成了三个，一个是刘洋的徐博士，一个是徐门的后人，还一个就是为情所困的徐书成。胡秋实，你以为自己是谁？算命先生。差不多吧，我除了逻辑学、建筑学、哲学学位之外，还有一个海德堡心理学博士的头衔。哈，厉害！喝不喝酒？喝呀。但我只是和酒友喝酒，你我成不了酒友。再说了，你今天找我来，也不是为了喝酒吧？你说我为什么找你？为情所困呢，哎，这是明摆着的呀。你要对我说什么？说吧，书城知道你回来了吗？刚才在燕大见过他。刚才去燕大了。还听了你的课。不算是课。我对书城说了，我爱上你了。替我安慰安慰他吧。陆书白。嗯。替我做件事。什么事？我现在知道了，带你来京城是对的。
不是我一厢情愿，应该说是正合你意。所以，如果没有我的话，你也迈不出这一步。你应该感谢我。我是感谢你。那你替我把门上的锁打开，还我一个小小的自由，就算你偿还了。你要去哪儿？去哪儿不重要，我只是要给你一个偿还的机会。纽刚把你锁起来是因为你刚放出来，他怕你再出事儿。陆书白，你是不是刚刚讲堂上那个陆书白？你听好了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爱上你，你可以不放在心上，就像徐世恒爱上我，我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。我要干什么事是我自己的事，用不着你这儿婆婆妈妈瞻前顾后的。我从香木镇宰你到京城的时候，只是想对你好，没有想过你会不会出事。如果不想出事，你可以一辈子待在乡下。你听着，关在这里一天我都会发霉，就像你在君子堂。纽兰把心里如何想的一口气对舒白全说了，之后的事他无法操纵也无法改变，他希望陆舒白能懂得自己的心思。陆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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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开不得，开不得呀，纽爷回来我怎么交代啊？你给我硬抢，硬抢！你抢钥匙就是抢我饭碗呀，陆先生！给我饭碗，我扬了。哎哎，陆先生，你别把钥匙丢了呀！陆先生，你这不难为我吗？其实我在湖边看见纽兰小姐。他刚刚脱出囚笼，与你相见便离你而去。别说这只是寒暄，陆书白在上我讲台之前，和父亲老陆在讲堂外面小吵了一架，生动地冲破封建礼教的例子。而偏偏带他逃脱新婚的人，是徐博士的挚爱女友纽兰小姐。书白只是搭纽兰的车来京城见见世面，何谈逃离新婚？更何况，轮不着你在这说这些屁话。哎，你怎么能口出污言呢？我好心陪你说话，你不知好歹。你是好心看我笑话？那也是你需要找个人来看你笑话。不就是你行，我别的不行，我把你们徐门兄弟看到骨子里，在我面前你们无所遁形。别看你整天扬文新风的挂在嘴边上，你和陆书白正者反之，反者正之，新者旧，旧者新的亮晃晃。就是个旧世文人的骨头，你恨不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而陆书白十几年的私塾教习，却天生反骨的要割自己的命。接着说，纽兰小姐之所以跟你走不到一起，是因为你不心派，而你的义弟心派。我爱你。是我的自由，与纽兰无关。纽兰选择谁，是他的自由，与我无关。但整个这件事和你吴秋实无关。干干干干干！我说对了吧？你们旧世文人就讲究谦让，连终生幸福都可以谦让，而新派对于旧的东西说放弃就放弃，遇到好的东西。立即横刀夺爱，你
又是个什么东西？我骑前观，凭窗看，新旧两派来回晃。海德堡心理学博士，爱过人。我很惭愧，我惭愧，因为我的哥哥就是一个军阀。如果没有他，我现在还在监牢里。可我愿意在牢里，我甚至愿意和我们的爱国义士一样的慷慨赴义。前赴后继，血战现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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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先生，陆树白先生，请进。同学们，这位就是陆树白先生。陆先生那天在车站的时候，也曾经努力地营救那位义士。本来被捕的人里面也有陆先生，他才是我们真正的英雄。就在刚才，陆先生又把我从另外一个牢笼里解脱了出来。我的军阀哥哥把我关在了家里，如果不是陆先生，我就没有办法到这里，没有办法明天跟大家一起上街示威游行了。对，陆先生也是我们燕大的。车站的爱国主义者临逝以前跟陆先生说了很多话，是我告诉陆先生今天我们在这里相会的。他终于来了，明天陆先生会支持我们的行动。请陆先生给我们讲两句。先生提醒得好。哎，我就是不请你。陆爷，大少爷他喝多了。刚子，哎，你去收拾收拾咱们东西，说话就回去了。那。舒白少爷是不是也跟咱们一起回去？谁呀？就咱们俩回去。哦，快点。秋实，大少爷，我这回来呀，是舒荣大小姐叫我来看看您，顺便看看舒白，也当然我呀。着急要带这小子回家。其实说起来呀，这都怪咱们徐家。从他很小的时候，上上下下就少爷少爷的叫着他，弄得他自己啊，真觉着自个儿是个少爷了。啊，我也不请你喝酒。我呢，也是他半个爹。怎么说呢？我的话呀。他一句也不听。大少爷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舒白他心也归心也呀，但是舒荣在他心里头，还是在正当间放着呢。这回呀，大小姐让我带来了一些钱，啊，他的意思是啊，让舒白。在城里头啊，置办个房子，别老住在您这儿，更不能住在钮家，否则跟钮丫头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那早晚有一天。别跟我提钮家，哎，西生，教育部的出子来接你了。我们大少爷喝多了，哪儿都不去。那可管不了，参也得参去。啊！哎，陆哎，走走。哎，大少爷，嗯，您醒醒。嗯，哎呦，接着喝，接着喝。刚子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哎，陆，老陆啊，回乡下去。哎，
马上回去。哎，听闻各校的学生正在搞什么串联，其中还包括一些教授，在座的诸位里也有人牵扯其中，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不好意思，继续。今天总督学亲临现场，想必诸位也知道事态的严重，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个本子上签字保证。签了会怎样？签了就要保证自己的学校不要出乱子，如此该签事可以加升薪水一级，以后政府扩选国会议员就从这次尽职尽责的牵制中推荐。说实在的，我都非常羡慕各位啊。反之签了也出事了，就要追究纵容之责。不签呢？不签立即除去牵制之职。我好好做我北大的教授，本就不用这个破签事。不签你也脱不了干系。哎哎，诸位，哎，请留步，请留步。我来给大家说两句。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自愿而来啊，其实我们说话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嘛。一来呢是希望能够保护学生的安全，这第二嘛就是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先生能够正确的引导教学的风气。这不管怎么说，学生上街闹事本不是我们办学的宗旨，当然了更不是我们教育部的意图了，所以还请各位先生万万理解啊。哎哎，诸位，这哎，这杜学大爷，哎，请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拿政府的薪水替政府办事儿本身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儿。还有哪位？哎，诸位，哎，你们别走啊！哎，诸位，还请三思啊！这，立正！齐了，到齐了。王老五到。你小子啥时候跟着老子的？报大帅，民国三年，那时候您老还是旅长呢。你小子跟老子也不少年了，啊？当时你刚入伍的时候，正赶上跟山东的姓张的打了一场仗，那场仗打的，弟兄们，那叫一个惨呐！我一个混合旅都他娘的给打没了。要不是你小子背着老子跑了五十里地，老子这条命都没了。卑职只入此难。你小子把衣服解开，让他们看看，看看他受过这个伤。看见了吗？这都是为老子流过血、卖过命的。我跟你们说，只要有老子一口酒喝，你们就有一口肉吃。老子能吃香的，你们也跟着喝辣的。兄弟们啊，老子打天下不容易啊，多少个弟兄的脑袋都打没了，可就是有些人放着好日子不让老子好好过。老子我是个大老头，
从心里头尊重那些个读大书的。我平常对他们，尤其那个大学教授、大学生，我都哄着，我都供着。可就是这些白眼狼们，不识好歹呀！要有老子的心，是老子的肺。这是他娘的要造老子的法呀！咱们明天的路线是这样，咱们先在这集合，然后这边一定会设有路障，所以我们从这边先到这边，然后从这儿到市政府，然后再从市政府到这儿，到时候会有小分队和我们会合，然后我们再到大帅府，向反动军阀实行一个强有力的民主抗议。一起进去听听吧。跟你们可能不是一路人，现在是一路人了。这是绑架。带你先上青城已经感谢我了，带你上街示威你将来还会感谢我们。别说你一点也不愿意，要不然你不会来找我。找你是怕你不回家，我把你放出来的，我怎么跟牛刚解释啊？找我来就是为了跟我在一起。回家吧。签字了，就差你一个了，签个字吧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这群人要乱，有本事就别跟洋人借钱，借了钱也别让人知道。你少跟我扯这没用的。从每个营里挑出五十名帮小伙，让营长亲自带到京城，和城里的警察一起把这个局面给我镇住了啊！还有，让一团的弟兄们在城东南给我看好了，防止皖系、直系趁火打老子的劫。只要城里头有人带头闹事，甭管是教授还是学生，先给我蹦了。酒彻底醒了，喝的不少啊。也难怪，没酒加人呢。只要没酒，何谈加人？别给我装糊涂，这头跟我说筹钱保人，那头已经把人捞走了。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？是钮小姐家里的人把她捞走的。你咋的了，大帅？您真的要给那些游行示威的学生开枪吗？您那个妹子不是让你领回去了吗？多亏了大帅的关照。我跟你说，你那个惹事的妹妹如果再给我闹出事来，别怪我不近人情。请大帅放心，我已经把我那妹妹锁到家里了。这不就行了吗？开户钱下去吧，走吧。
大帅，标下认为京城的安全事关重大，刘刚想留在大帅的身边。放心吧，那个段老头他不敢动啊。再者说，你小子是最能打的，留在城里干什么？啊，那这个城外的直系皖系那是最难对付的，去吧。大帅您放心，部队的开拔我已经交代给了团副，绝对保证大帅的部署。王八羔子，你团长不带兵，我撤了你。是。陆先生再见。再见。明天见。你走吧，明天游行时候见。真不回家？回就出不来了。我把你放出来。怎么，把我带回去你就脱干系了？你想得美。一定要去凑这个热闹。这不是凑热闹，国家的荒谬，政府的荒唐，教授学生心知肚明，难道不应该发出声音？看尽烟花。